桃园国军八零四医院也爆出了确诊个案，像在今天新增的十人个案当中，有六人都是跟八零四医院有关。经过第三次的裁剪才发现阳性确诊。院方现在把院内的确诊病人全部移出来，希望让医院做最大幅度的降载。之后还要扩大裁检量能，不让医院出现断网之虞。今天桃园有四个确诊个案，其中有六个哦，就是在这个八零四医院。 哦，这个三彩哦，裁裁剪出来的。八零四医院再度裁剪出确诊病例，其中四位是病人，一位看护，另一位是陪病家属。前面五位第三次裁剪才确诊。持续出现案例的八零四医院，下一步将执行清零计划。哦，目前还有十五位住在八零四、布桃，还有这个林口长庚医院来收治。哦，这些转出的确诊病患，哦，让医院能够。 负担较轻，也能够让这些医院进行哦整体清消的工作。八零四医院全聚感染爆发后，已经累计三十例确诊，病毒主要感染地点的九病房已经清空并进行消毒。另一方面，院方也将原本紧急停止的急诊及妇产科、儿科和耳鼻喉科等门诊重启，但十四天的风险期还没过，不能掉以轻心。我们的医护人员。 如如果涉及要隔离的部分，那么也提供了集中检疫所，哦，可以让他们做这个安心隔离。那么，另外呢，如果是安全的人员，那么比如说他打过了疫苗，裁剪也是这个阳阴性，那他这个是比较无风险人员，那我们也会提供安心旅馆给他们居住。 虽然部分门诊恢复看诊，但何时要全院正常营运还没有确切答案，只能先将医院降载，再扩大易调范围进行四采，避免再有破口，严防漏网之鱼。记者林柱强、黄秀文、张鸿顺、桃园采访报道。